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今天请来星级化妆师 Gary。 Hello。 之前已经都兴了很久就是裸妆，但近年都已经兴一个空气妆了，咁其實係咩嚟嘅咧？其實空氣妝咧比裸妝更裸嘅，成個妝嘅感覺咧係好輕好透嘅。咁大家即刻學下點樣化。化空氣妝首先要打一個好透薄嘅粉底，眉毛唔好咁深色。咁跟住咧，而家我就用一個液狀嘅眼影，咁我就會用手去擦嘅。胭脂方面，我想做到好水盈通透嘅感觉，咁所以咧我就揀咗用液状嘅胭脂。咁你可以点咗少少上面先，跟住揾手指咧印开佢，啪啪啪咁样喺苹果肌嗰度印就得啦。因为用嘅颜色好淡，想双眼望落去精神啲，我揀咗一个深啡色嘅眼线笔，咁就画一条好幼嘅上眼线。在嘴方面，我就揀了今年很流行的水質唇膏。